3日，在吉林省通化市举行了恭祭杨靖宇将军的大会。这一天正是他殉国18周年纪念日。9000多人默默地悼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隆重恭祭的第一位革命烈士。他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与日伪军激战中壮烈殉国。他牺牲后，日军割下了他的头颅，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肠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杨靖宇牺牲时年仅35岁。在长白山西北路、辽宁、吉林两省交界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是60、70年前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将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血与火的战场。如今在崇山密林中，依然可以追寻到先辈们坚定不屈的足迹。这里呢，就是当年杨靖宇将军曾经练过兵的地方。他率领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全体抗联战士们穿里海踏雪原，用中国人的智慧和坚强勇敢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顽强的斗争。这个时候这么说，开天辟地，他就是五道沟石头，他是最有名的了。那是东北杨司令带着给抗联战士讲怎么抗疫。这前面就是那个杨靖宇连部，咱马上就到了，走吧。这不墙吗？这也是墙，前面那还是墙。到这哈，这辈是1986年。这个字我发现40多年了，18、19岁给地放牛，发现的。他们老年人就说，这是红军打完仗到这休息。五月，住，大。三，天下太平。说明我们现在打日本鬼子，可能将来希望将来天下太平了，对，人民过得安居乐业的生活，对。这是有名的四道二岔，它之所以有名，是1934年11月7日，这里云集了4000多人的抗联队伍，杨靖宇在此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南满特委。杨靖宇当选特委书记，同时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2月10日，全东北抗日武装组织统一名称为抗日联军。他手上有两种书，一种呢就拿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小册子，那是毛主席中央苏区经过秘密交通送来的。他另外就是拿了几本呢，就是孙子兵法，他就反复地用了看了，每次战斗以后他就给我们讲，他说这次叫
这个打仗啊是有虚虚实实，有声东击西，比如就这些话。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广泛团结南满地区的人民群众，建立稳定的根据地。我们家就是一个重点根据地，那到这场来了就是住在我们家，在那场吃啊住啊。我父亲让捣鼓完了说，这些人去了之后撂下那个枪支弹药，就拿起笤帚去给扫院子。那冬天又打肠打豆子啥的，他们也帮忙。真是亲兄弟呀！哎呦，我父亲一捣鼓起这个事儿哈，哎呀，就简直了！那我就看他可留恋了，也可想了。纳尔轰西北岔余家沟是1936年6月杨靖宇指挥的第一军和魏正民指挥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会合地，在这儿，杨靖宇当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7月初，中共南满省委成立，魏正民任省委书记。为了庆祝抗联一二军联合，杨靖宇亲自编写了第一路军军歌。杨靖宇他编的，他叫给我们唱，叫《东北抗疫联合军歌》，啊，一共是4段。我们是东北抗疫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当年的抗联战士如今都已是80-90岁的老人了，然而跟随杨靖宇一起打日寇的往事却永远留在记忆中。瞧瞧日本真可恨，无辜将咱东三省，修道鬼团还不算，并且的嘈杂带强奸小朋友。丛茂山原是抗联第一军直属队机枪连的机枪手，1940年1月在靖宇县清江港战斗中负伤。他在大上那么在两头，杨靖宇他个子老高了，一本去打我们来了，这地望镜一看，一小队气死了个，咱们就在道边趴呢。山顶上杨靖宇一打枪，冲锋都出来了，气死了个日本，剩个5-6个的，那些全消失。本溪县草河长山区汤池沟的这块大石头，被当地百姓称之为靖宇石。1936年4月。杨靖宇为了打通与关内党组织及冀东日本占领区抗日武装的联系，曾在此召集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提议由一师组织兵力西征，并于1936年11月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显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壮大。杨靖宇亲作西征胜利歌：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冬天西征的部队特别艰苦，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整马之徒那个战马都不敢前进了，冷的。1937年77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7月25日，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同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梅河口至吉安的铁路线是1937年4月日军为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开始修建的，
企图通过国境线把中国的资源运到朝鲜，再运回日本。为了破坏敌人这个大的侵略目标，杨靖宇和魏正民带领500多抗联战士袭击了这个铁路工程。我们就一鼓作气就冲进了老岭的水稻这个我们工地现场，同时的太红这个迅速扩大战果，很快就牵连了敌人。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的斗争一直极为关注，并予以很高的评价。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说，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等民族英雄领导下，前赴后继的英勇作战，这些都表现出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1938年秋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致敬电称，杨靖宇和抗联将士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的模范。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中，杨靖宇当选为七大准备委员会25名委员之一。为了把东北变成侵略全中国的大后方，从1937年起，日伪当局在东北全境实施3年肃政的计划。1938年。仅通化省日伪联手讨伐抗联就达652次。为了彻底分割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断人民群众对抗联的物资支援，在抗联根据地强力施行归屯并户、保甲连坐，强化集团部落，各县都成立了指纹班、特搜班，悬赏10000元捕杀杨靖宇。对杨靖宇将军是远硬监视，他们用飞机撒传单，上面写着满洲国需要杨将军，杨将军如果能归顺，你就能当上东边道的都督。杨靖宇看到这个传单笑了，哦，好大的官了啊。日本侵略者的高官厚禄岂能动摇杨靖宇的革命意志？1939年9月30日，杨靖宇和魏正民主持召开一路军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兵御敌。杨靖宇率领军直属队400多人，在25000名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中伤亡沉重。黑了露营，就砍松树挠子铺在地下，在那地方躺着，冷啊。你起来烤吧，起来，前边都烤糊了，后边他妈冻得冰凉。这时候转过烤后边，后边凉好热了，那么前边又懒凉了，那真是火烤胸前难呐，风吹背后寒。其实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斗，敌我双方在参战兵力、武器装备、生活条件、生存环境等方面极为悬殊。警卫员黄生发是最后时刻杨靖宇身边6位战友之一，他在1982年为纪念杨靖宇诞辰80周年时回忆了那段艰难的时刻。40年初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敌人集结了大量的兵力进行围剿，把我们困在山里，隔断了与群众的联系。当时你在吃的问题也是最困难，没有粮食，只好你吃树皮、草根儿，饿极了你吃棉花套子。这时候靖宇呢，总是与我们同甘共苦。一次次讨伐，一次次突围，杨靖宇失去了一批不离左右、铁骨铮铮、生死与共的战友。然而也有一些民族败类叛变投敌，当了汉奸。一军一师师长程斌辩解后当上了伪通化省警察大队长，成了围剿抗联的急先锋。叛徒们对抗联的战略战术、生活规律、活动范围全都了解，
尤其是70多处储存给养的密营，都是被他们领着日伪军破坏殆尽的。杨靖宇和战友们随之进入绝境。在靖宇身边呢，只有呢7个同志，打了一天，又冷又饿，在身边带着呢只有一份这么大的苞米杆子，我把它烤了一烤，给靖宇将军吃。靖宇将军呢说他也不吃，他说我们7个人呢是个战斗的集体，我自己吃了能打仗，还是呢小黄把它搞一点血水煮成糊糊，大家吃好打仗。这个苞米饼熬糊糊的故事，黄胜发无数次讲给妻子杨歌听，杨歌又无数次讲给后人听。黄胜发说把这个煮的煮好了，煮好了之后啊，就给司令员吃。说司令员你吃吧，你太累了，另外你这两天也感冒，他那时候也得重感冒了。完了司令员不肯吃，司令员说的那个先让别人吃，完先给交通。司令员就把这个汤呢就给交通了，说你吃吧，你负伤了。完了这个交通呢也是喝了两口，也不忍心多喝，都寻思要给司令员多喝一点，他好有精神指挥战斗啊。就这么的，这个杨司令呢就喝了两口这个汤，完了就轮流传。1940年2月2日，杨靖宇身边还有28名战友，2月5日只有14名战友了，2月7日仅有12名战友，2月11日和敌人周旋一天后还剩6名战友。杨靖宇知道敌人追杀的主要是他，所以在突围的过程中，他不断地遣散队伍，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和同志。靖宇呢就是以他司令员的身份跟这几个战士啊，这6个战士就说咱们得分开走，现在敌人追的太厉害，挺危险，咱们要是什么分开走呢，保存一个力量，保存一个人呢就保存一份力量啊，将来呢还要跟鬼子要斗争。黄胜发他们这几个恋恋不舍地和靖宇将军呢一一的握手就告别。黄胜发当时他们这几个人眼泪就在眼圈呢。你黄胜发他讲啊，他说我那时候心里头啊非常的难受，我就想要趴的要那个什么，要靠着靖宇身上哭一场，大哭一场。1940年2月16日，黄胜发领着3名伤员走后，杨靖宇身边只有2名警卫员了。2月18日，2名警卫员下山找粮食时遭遇敌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杨靖宇的印章，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随即缩小包围圈。杨靖宇在断粮的冰天雪地里又和敌人周旋了5天，把600多人的日伪讨伐队拖得精疲力尽，撤回县城。2月22日，杨靖宇左臂负伤，来到了蒙江3道崴子的这个地窝棚。这棵常青树是靖宇县人民1963年为了永远纪念杨靖宇，在他的殉国地重新栽种的。它承载着当年杨靖宇依托大树与敌人做最后拼杀的悲壮历史时刻。1940年2月23日，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得到叛徒的告密，领着200余名日伪军分5批，将杨靖宇包围在蒙江县保安村3道崴子的树林中。杨靖宇只身与敌人血战1个多小时后，于下午4点30分壮烈牺牲。杨靖宇的遗体被日伪运放在蒙江县伪警察署，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肠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在场的日本人惊呆了，说中国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人。当时负责化验的洪宝元日后对编撰抗联一路军在蒙江的编辑讲述了往事。送到医院让洪宝元给化验胃瘘物，一化验呢，除了草根、树皮、棉絮，就是一点粮食的那个痕迹
一点都没有，而且也特别让他感动的。他说他这一边掉着眼泪呀，一边干啥？那个棉花都是刚吃进去的，一点都没消化的。所以当时不仅是他，在场的医生啊、护士全都哭了，都掉眼泪。这。2月24日，日伪在蒙江县警察本部门前举行庆功会，实为日军翻译的刘树莲东北光复后被收押，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个杨女牺牲第二天，日本人开庆功大会的时候，结果底下是哭声一片。我说那安古龙一来不管了，不是老安古龙一来也没来，大伙都哭。南满日球野富昌德用汽车载着杨靖宇的头颅，在伪通化省所属主要县城示众三天，然后结往伪都新京及长春请赏。杨靖宇牺牲后，东北抗联全军痛哭。1940年3月13日，一路军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为杨靖宇举行追悼大会。3月15日，魏拯民主持召开一路军干部会议，根据南满省委指示，将原一路军改编为抗联147支队，继承杨靖宇的遗志，坚持抗日。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1年3月8日，一路军副总指挥魏拯民也因伤病逝世于抗日密营中。由于叛徒告密，日寇掘出了他的遗体，割下头颅，并将遗体绑在树上焚烧。杨靖宇将军的遗体被弃于保安村，7天后被安上木头首级，就地下葬。东北光复后，蒙江县人民举行公祭大会，改蒙江县为靖宇县，并在烈士墓前处决了一批叛徒汉奸。日本投降后，杨靖宇的遗首由长春医学院接收。1948年长春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杨靖宇遗首的下落十分关切。冯仑云同志就决定，当时就给当时围困长春的前线司令部，就是打电话，告诉他们应该注意寻找这个杨靖宇将军的遗首。进步人士刘亚光在长春市内东二条街开办的亚光医院，是中共长春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当时长春医学院被国民党骑兵第2旅占据，经中共东北局同意，决定派刘亚光打入骑兵2旅。研究老半天，说是最好迁入他那个骑兵第2旅有个卫生队，就在那个医学院的附近，因此我有一个认识一个人，他在这个国民党骑兵第2旅卫生队当军需官啊，我就找他，就把我介绍进去了。刘亚光利用自己中尉军医的身份，在医学院各处寻找。终于找到了杨靖宇、陈汉章两位烈士的遗首。有一次呢，夜间，我就迁入到这个解剖学教室，看了很长时间，也没发现什么情况。最后我将要出门的时候呢，看见有个厕室，旁边有个屋子，发现两个大，在一个大柜。里边有两个大型的玻璃瓶，里面有两个头颅。我一看呢，上边还写着字。哎呀，当时我这心内这个激动不得了。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次日，刘亚光将杨靖宇、陈汉章两位烈士的遗首恭迎至亚光医院。4天后。送往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前线指挥部驻长春办事处，
12月调专列送至哈尔滨，供奉于东北烈士纪念馆。我记得反正我爸爸妈妈就哭了，哭得挺厉害的，很伤心啊。特别我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就说老师唠叨一句话，还是这个样子，一点没变啊，杨靖宇同志还是这个样子。曾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韩光赋诗一首怀念老战友靖宇同志，为国为民历尽艰辛，共产主义矢志不移，驱逐敌寇献身疆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伟哉英明，永垂青史。这个人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生活上，挑不出毛病来，所以我就说是杨靖宇啊，实际上是个完人，比较完的人。1949年5月，郭沫若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途经哈尔滨，瞻仰烈士遗首时，作诗一首《咏杨靖宇将军》。头颅可断，腹可剖，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2000股，于今赤佩满山河。1953年元旦，当时周恩来总理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谒视察，总理有个指示，对这个杨靖宇这样伟大的民族英雄第四季进行宣传非常重要。中央决定在吉林省的通化市修建靖宇陵园。1957年8月20日，靖宇烈士陵园在吉林通化市建成，烈士遗骨由靖宇县各界人民代表恭送至陵园。1957年7月15日，朱德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9月25日，烈士遗首由黑龙江及哈尔滨市党政军民代表恭送至通化。将军身首终于合一。1958年2月23日，党和国家在通化为杨靖宇举行隆重的公祭安葬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三总部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敬献了花圈，杨靖宇的朝鲜战友金日成、崔庸健也献了花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民族英雄杨靖宇抛头颅洒热血，以他35岁的年轻生命，昭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艰辛、不屈不挠、坚决反抗侵略的伟大精神。杨靖宇的英名彪炳史册。千千